禮佔領初賽最後二站，女子甲組40/400米佔領初賽最後二站。黎景耀、李兆基，第二線陳賢熙、順義中學，第三線何俊、元朗侯錦秋，第四線許國威、陳佩瓊，第五線朱偉峰、殷柔，第六線李建峰、元朗香中，第七線胡俊偉、殷柔，第八線黃俊、陳佩瓊。